林将军，你就有客人来，我就先走了。我的玉佩。太子殿下到。子胜。子胜见过太子殿下。子胜不必多礼，单见说你伤势严重，我赶紧来瞧瞧。 我也是看学生少伤焦急，误以为将军伤了严重。林将军，不会怪单剑打扰吧？若我觉得打扰，你就不会来了吗？单剑也是挂心子胜你嘛。其实吾等都很担心子胜你，特别是玉昌，更是担忧的日夜难眠。这位女娘是？ 曲凌侯陈氏之女陈少商，见过殿下。她就是之前与娄家退亲的那位程四娘子。少商妹妹，你被退亲时，我日日为你忧虑，如今来探病，怕不是心中另有盘算了吧？今日来见林将军，是为答谢救命之恩。你若不信，大可问林将军。没错。 我是为他而杀。嗯。就怕有些人假道谢之名，行亲近之时，赖贴上去，夹缠不清。也不知道是谁为乔林将军压垮乔掉进湖里去，谁假缠不清，谁赖贴？今日是我请陈娘子来府上的，有何不妥吗？ 可他私下还与其他男子私会拉扯过。我家婢女在城市货栈旁的僻静处见到过，说那人的身形绝非楼妖，也非你阿父。你胡说！王娘子，那位男子应是在下。 那日程三娘子也在，不过有事不曾跟来，在下未失代传音信，特去请求少商君相助，有何不妥吗？有的人啊，满脑子都是男盗女娼，便见谁都放他。我与袁公子若是有半点见不得人之事，我出门就被马车撞死。林将军，保重身子，我走了。 今日之事涉及袁氏满门清誉，改日擅见自护将车骑将军要说法，告辞。哎，王娘子在我的府邸上侮辱我的贵客，是打算从今往后都与我作对了吗？哎呀，子胜，这不过是场误会。子胜，你的伤可请孙医官看过。不必了，我伤筋动骨不要紧，我想殿下。 还是请孙医官为王家娘子瞧瞧，去瞧瞧她的眼睛。双目盲症，不治会瞎。来人，送客。你们，哎呦，这，哎呦，何必呢？这是何必呢？都是亲眷，不要动怒嘛。你，子胜，我。 哎呀！皇兄这是要去何处？发生何等大事了？如此慌慌张张，岂不失仪？玉昌被子胜气得心碎，我怕他做傻事。你们赶紧进去，我去追他。 嫡长子又如何？穿上龙袍也未见像得了太子。
三皇子，少主公刚歇下，请容我这就去通禀。他去歇下，我等就不进去了。舅父寻了一些上好的药材，劳烦顿给子胜服用吧。是。